好的，我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没问题。对，确实也都是学习的机会啊，是不是？啊啊，以前说像我们搞那个也都也比较大，但是也比较粗糙，没有像你们做的这么精细啊啊！呀，我们这个就觉得让他做的够粗糙啊。哎呀，可以，了，当时这台小机器是谁给你们做的？这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机械厂，小机就是场。我们这都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弄，啊，自己但是设计。有时候设计的也是不对啊，有些人忙得急急忙忙的。我们这一共才花了5、6个月，就是整个连弄带装。再装当时是国家有那个教育部也本科评估要验收的，急着给呢啊，可能要给你拨有那种，可着急了啊啊。那么这加压什么都是气动的，我们看配置的，配置的，确实，后面卷子也是气动的，气动的啊，是，你要我这还胀轴呢。哈哈哈，可不还气动的胀轴气动啊，那种。你后面这一块，我估计以后要长期用，我估计你还得改。就是这两个缸减速机这一块，对，减速机这一块，它因为像这种动力不匹配这个。